日前，林月蝶公司委托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在社交媒体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则律师声明，称将对涉嫌侵害林月蝶名誉权网络用户即刻提起诉讼。该律师声明表示，依据 GFJ 工作室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反映的情况，存在网络用户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大量散布针对林俊杰先生的不实言论。在列举多位网络用户昵称及 ID 后，该律师声明称，前述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平台以诽谤、侮辱等方式恶意发布、传播针对林俊杰先生的不实言论，其中更有甚者持续长期对林俊杰先生进行人身攻击，蓄意降低林俊杰先生的社会评价。声明强调，上述这些行为已对林俊杰的声誉构成了严重的侵害，林俊杰方将针对涉嫌侵害林俊杰先生名誉权的网络用户即刻提起诉讼程序。